深水埗咧係我經常會出現嘅地方。咁啊，除咗鴨寮街好行之外咧，當然要揾下呢個嚇深水埗嘅高人啦。坤記咧有50年歷史，最正嘅當然係而家周圍都食唔到嘅白糖糕啦。發酵時間啱啱好，食落去咧，甜得嚟又好味，酸酸縮縮嗰啲，佢發酵時間多咗啦。嗱，我幾時都話啦，睇飛十字跟我 Michael 揾食，包冇撞板。